一定会落的越野车震动，对着绝对袂落的手机啊架，到底是谁输谁赢？即马就来开始输赢咯！矛盾大对决，即马开始。The game must start。我买要比赛的时阵，迄跳台都是一两层楼，落落来撞击力足强，足强的撞击力道。咱即马就来试看卖市面上一般的手机啊架，敢亲像马耀讲的安尼，一定会落。好，即马马耀落场，开始甲震动咧。即马看伊的机车，甲即马的手机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哇，即马第一关开始行，等等咧，哇，真大力，头前行起，哇，哇，已经变过来哦。因为第一道手机啊架已经歪去了，所以咱即马过来第二届，即马马耀甲骑出去，你等我啦。现在要为那個跳台走过，好，等我，好，阿像发生什么代志，咱现在来看看，好，跳台跳起来，等我，啊，手机已经没去了，而且手机已经断一只脚了，所以手机抓不住就飞出去了。 Performance time。 我代言的这支半月车，你是用对角线设计的，每支都是英雄的，绝对袂人的对角线，伊这个时间摆中过来发的手，出现一个对手，这台改装真强，会惊真侪，就是直线加速车。阮林氏布品这只车，3秒100，上紧的速度100米，伫即阵仔的比赛拢伫咧前3名。前三名的比赛车，啊，即摆现场半白机车甲袂人的半月车，到底是谁会赢嘞？代言的商品，这支是啥？这是亚秋皮啊，总队的。那么呢？我看卖哦，感觉真歹。气挂哪里？绝对有信心。好，即马车家代表已经把6.4寸上大的手机啊，放落车家面顶啊，即马甲夹起来就好势了。比赛准备开始。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现在准备要开始咯！现在已经准备好势，把油门甲吹落去，不知道要惊，马上速度咱就飙到100以上，现在来冲来冲，现在镜头已经抓袂住啊，走遮紧，一时啊咱都看无咯，现在来看车顶的镜头，遮紧遮紧遮紧，这个手机啊真大，好嘛查车大，风遮大风遮大，到底手机会落去无？完全拢袂振动啊！破坏挑战成功。个人表示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做正看卖。我带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跳高链啊！即马个人行起第一界，好，等位，哎，无代志，即马过来行起第二界，好，冲冲冲！哇，无想到人家大山佫起袂起来，结果手机啊个竟然拢无甚物震动着啦，完全就是袂落啦！哇，绝对袂落吧？真诶，真正厉害！挑战失败。多谢你今仔日测试。免客气，今仔我坐你头壳去。哇，惊死！哈哈哈！又搁失败。比赛在热身时，正理起来物件，绝对会让，绝对会让。今仔日不管对手啥，我一定赢，一定会赢。绝对会让的速度，对着绝对袂让的手机要紧。到底是越野车赢，还是手机要紧？输赢即马就开始。因为即届代表人夜半火车代表人物是赵神，所以伊特别西装打扮来去坐捷运。伫路中真侪人咧笑看，但是伊拢未感觉见笑，所以要展出绝对要赢的决心啊！但是越野场这边的马耀嘛，毋是省油灯，已经拢穿便便，搁准备四个车友伫后壁等伊。好，即马两人小话为头前行，出来啦，出来啦！即马就是咱节目上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交换妹子啦。这就是我的半月车，手机啊烂掉，绝对袂烂，绝对袂烂。这我看，一定会烂，绝对会烂，绝对袂烂，绝对会烂，绝对会烂，绝对。好，机会就开始抢夺了，无要紧，咱即马就开始比赛。输赢条件说明。即马开始说明输赢的条件。若是手机啊咧，越野车手骑车的过程中摔落来，就算是越野车输赢。
那是骑三轮了后，手机啊游玩的手机架啊顶端，就算是手机架啊呀。好，开始哦，把油门甲吹来，出一个，然后机啊为平顶甲冲啊，跳只大力，哦头前安尼舞，哦你看这路真正是有够无平，安尼出安尼出，即摆佫哦补一个转弯，你看伊的伊的。好，一摆你看咧加速，安尼切，竟然拢无代志，但是咱看咧手机啊，搁伫面顶无，哎，哪想要加正常，嘛要小可上桥，你看伊这出一个真大力，第一空已经完成了，好，第一空结束了，准备第二空，嘛要一摆甲骑出去，伊头前甲行，一摆转弯，哦，如果再转弯，伊头前行的时，加速，跳台，再跳落去，跳落啊！可惜啦，即摆手机还搁伫面顶啦，看起来这个手机还搁真歹缠啦。第二个跳台，这下来过来关，走，手机还搁坐咧。啊，拄只跳一个，手机还代表是明显要摇去，妈呀，路线小可怪怪哦。头前我弯转来，原来是搁当个跳台只，伊准备想要过来一届啊，刷落来油门都再吹落啊。即摆各位头前，哦，无想到妈呀，颠倒头过来转一届，搁跳紧啊！别个坐咧啦，手机啊，加个坐咧。妈呀，心内一直咧想，这支手机啊，加奈只过高甜啊。甲第二空结束，继续行。安尼是，刷来就是第三空哦。头前即摆改变路线，妈呀，那是发生咩哦？手机啊，加代表人，真歹看啦。马上就过来小跳台，安尼个跳来去，高炸还别个坐咧啊。总对的啦。咱手机啊，代表人愈看是愈有信心啊。第三空直直为跳台甲冲落去，跳起来啊！哎，奇怪，妈呀！第三空都袂惊了，奈都倒来咯。刚刚发生什么代志？敢是手机啊落去吗？你看，总对的吧？小跳，我下你的测试。恁客气，好东西。感谢因两个在这届对决中付出真侪的心力，表现真精彩。不管是胜输胜赢，大家应该甲因拍波啊鼓励的。嘛，恭喜即届手机啊界代表人伊的对决成功，摩顿大对决台湾版，感谢。